那这个点数呢，它目前有一个小小的状况，就是如果你用 Twitch 登入累积之后，在中途改名了你的 Twitch 的名字，哎，不论怎么改，好不好？你改成中文，改成什么，就是你只要有做过改动的话，点数就会归零。哇，现在改名这个是。尽量不要做，没错，尽量别做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这个会直接归零呢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对啊，你一改名，我们这个比赛打到今天已经快第七天了吧？是对，你要是这七天直接改名，哇，那就亏了。对啊，什么改一些什么包啊之类的都不要，可爱小动物啊，对，都不要，都不要，都不要，先避免，因为我们要换奖品，带的队伍啦，就是两三支，蛮常跟他们团练的，所以就蛮知道他们熟悉的体系跟选角的这种策略是怎么样。哦，但我觉得你可能看的不会很清楚，因为你不是4K，哎，各位，中华电信才是4K，各位，4K 的画面，哦，那看的是非常清楚，而且又是比较符合这种克里斯塔体系。哦，哇，昨天的 man 角直接抢走李希，李信。见闻社再度的登场，哇！但这里是一个2015年，哎呦，哎，哦，位置估计还是要往打一组，就是中路，哦，他认为你要开混了，不是认为你要开始跑线，怎么开混？是要开始强力支援，哦，连续的帮助队友打出这种faker型家里哦，faker上升啊，对不对？faker打得赢过西门吗？哎呀，被单杀，对，单杀两次，当时faker都说哦，跟西门，他想跟西门交手，他觉得最强西门不得了，但遇不到了，没错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我们随时联络好不好？十年后亚洲杯还在，联络一下faker也差不多了。那 S20faker应该是特意的，应该。球女打立命之格对决，其实一直都是这个非常 counter 的对决，是可以打，但我觉得前面欧拉夫他还是比较霸道一点。错，五五开这个状况，等下会有疯狂拉扯。虽然看起来是五五开，但中间那个躁动，你 有看过七龙珠？七龙珠就他们在打斗的时候，如果你功力不够，人是看不清楚的。没错。那如果你要跟上这个功力，现在你不用自己练，你有外部的一个效果 ，Intel 可以让你加速，加强你的配备升级起来。刚刚，那个，一般的处理器，你外面这椅子也是要坐得舒服，不然屁股会疼。没错，对，椅子真的很重要，椅子真的很重要。对，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哇，各位，这椅子是厉害到什么？就是我有听我一个朋友说，这个椅子好做到，他想去遛狗都拖着椅子出去遛狗。哎呦，他跟你讲，这个椅子就是好到，他宁愿不要站着去遛狗，坐着椅子拖出去到公园外坐着，让狗自己去遛，太舒服。牵着你，没错，因为这个的轮子也是舒服的，也是舒服的，滑起来是流畅的，好做到不想站起来就坐着拖着出去，太开心。那个世界赛多猛，世界冠军来了。我问你，上山若水有什么？他们有什么年轻的选手？校际杯冠军嘛，没错。还有去年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业余赛的一些赛事成绩。我也拿过校际杯冠军啊。哦，哈娜也拿过校际杯冠军吗？很了不起吗？还好吧。好吧，我们有世界冠军强吗？我得说没有啊。职业 Riot 官方的最重要的世界大赛里面的头衔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都是跟这个自己赛区的这个同学打而已，我们学生打，但他们对的是世界对手。没错。Faker。哎呦，这全部打的都是很熟悉，是 Banky。哎。还有什么 Peanut 沃夫，然后讲到后面 Magnum， 好不好 ？Diamond Plus，Alex Ash， 开始讲哦。好，这个河蟹如果被李信控制，哎呦，黄蟹信号只能不忘，但反身的一个 Overtime 也是直接留住，好猛哦，耶耶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2017年 R R 锁链的雷西，哎呦，锁链的康尼呀，不得了！哇，那这里下路线被这一勾影响整个战局，哎，这里欧拉夫靠过去了，是，我在啊，来不及了，因为多吃一个石像，这里要打吗？要被包围，直接一个闪拍，交了一个闪现想要跑，但这波的伤害能够赢吗？勾住一下小叶，是直接被融化，后面的位置。是三哥想要反大，是个妹子玩家已经叫了镜头离开之后，欧拉夫直接被融化，基本上是少一个大绝在打的。然后，哎，前面的这个劣势影响下，克里斯塔回去补的装备就会影响到第一条龙。是我有直接出来要顶没顶到，想抓也可以入靠的位移反身拉扯，大家交换。现在坦肯奇 OP 的地方是他等下会回的东西，但明明来了哇，要来上路抓，但是伤害不够哦，这伤害不够哦。就是不容易，有点难诶。汤哥，你这里回去如果补个什么王英斗篷或者水星鞋，好像就不会死。没错。哎呦，哎，Chuck你一下。哇哇 c
新手妹子玩家挑衅呢、欸，在立壁直接在你脸前飞到你耳边的时候，对你呜呜呜，哎呀，然后就跑嘞、欸。哦，这个亚洲杯不管一下是不是、啊？好过分哦！亚、哎、洲杯是怎么样、啊？哎，好过分、哦，好过分的，太过分了，被、哦、勾到了。哎，但可以刷回塔下哎、欸，哇，他第五次失误了吗？亚洲拉被勾回去打一套，下个虚弱普攻连点打塔的伤害直接被带走了。哎，交闪现，闪现黄牌，但有个进化。哎，等下一张牌，应该可以杀吧？没错，一个闪现的灯笼刷，杀后面有个 TP 过来，可能要送了。哎，这个要送了，这个要送喽！过来，赶紧加速跑，一个勾又勾中。这边继续追击，四个人夹击，想要飞走吗？成功飞掉，但是被刷回来，开着一个护盾，想要往自己的塔前跑，但最后是大姐的伤害打普攻，小鱼蛋已经大杀特杀300开局，哇 ，combo 了一波，直接秒杀掉。是，然后后续刚好这波 BB 有怨雨重炮，又留到了对方，逆命就飞下来了。没错，就是上山落水一个很大的失误哎。嗯，给个机会，怎么会这样勾啊？哎。逆命刚好到，这就是这个西门的反应啊！哎呀，你看中路的线。以前会放兵，但没有。这一次把这个兵都可以留给老三。对，没有。后面在这个地下来，其实也是配合，这也是送的啦。就说想强反打，但还是点多啊。但老三可能要过来 cover 一下，然后哎勾到，勾到想强秒，兵这里被抓到后直接被秒杀，一个命运拉起来，这个也要死啦，没闪了。这里也是要死吗？小叶叶刷了一下，走右边走，比较容易踢上，直接踢死一个。被压制的线，但另外一边人来一张黄牌，直接命中打斧头，打到没丢中，闪现有丢中吗？那下一个斧头跟上，直接闪现开劈，老三势不可挡，直接砍死。杀之后如果没有人支援的话，我、哦、想要直接强杀吗？一套杀一下红木，伤害、oh、算得完美，好精准。哎、欸，这里没大感觉，要被留住。我们太公主带一个赶到的 TP， 自转原地自转，打上李信的 T， 拿下的 W， 这李信开始发力了。哦，这个下路有可能会被越。是、哦，但球女没靠下。如果球女靠下的话，是有机会看的。哇呀，这见闻色真的是不得了，不给活路哎、欸！刚刚见闻，这昨天见闻色，今天什么武装色，直接打死。输出哇，你还要打吗？再一次的对阵是一个二打二的下半部对决，怎么会这样走啊？也是直接被秒，剩下了一个虚弱。比比看到辅助倒地的同时，只能赶紧走。在另外一边是李行死在了四宝一的家中。李行这波没有大绝，怎么会打起来？但下路线是真的，现在二打二碰起来完全不会赢。克里斯已经补了这个，飞过来抓一张黄牌交给了老三，一个中野的联动带走了 Q Smack。在另外一边是上半部的位置，因为俩 carry 已经有点难阻挡，虽然输出点位是必须交给哦，这个抓、哦、要抓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知道自己是死定的情况下，先透过小金鱼也不跑了。没错，这稍微短了一点，但还好啦，辅道也打不死。没错，这个距离我刚算过跟牙签差不多，但怎么办呢？有人踢过来是一个理性狙击的追击，拉了一个灯笼老三往后面跑后，一个往前攻，后面搭上了一个西门，还有赶到的 BB 球女追转就转到一个拉夫 TP 过来，所有人欧一想要杀欧拉夫梅子，反而往后面跑，前方位置 BB 的位置其实不错。但人数的话，现在还是靠人员赶过来的。伊拉 K 路开始要做输出，但进来的一个李信一脚直接踢死了 BB， 想往左边走，左边打野的一个单挑，还是要李信获胜。前方位虽然想收人头，因为 K 还最后的机会没有成功。哇，李信在后面光了吗？杀完了人之后，魔眼继续追击，普攻红 buff 粘上西门，能够逃跑吗？在卡前被李信给 S， 这李信714无敌。哇，他这血量计算真的很鬼耶。他其实这波 Cool Snake 球女的大绝转的并不好。是。那在阵型的位置上，让四宝一有机会尝试做反打，但还是打不过。哇，他的反应是真的够快。来看一下，这里真的是李信在操作啊！哇，这里 BB 的大绝直接没有丢好。如果李信这边先拉嘛，因为第一波的爆发已经打完了，没错。拉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之后 ，Q 到李亚贝利欧踹过来，哇！后面这里感觉四宝一出现问题耶，就是老三跑去打左边，然后另外两个跑去打右边，他们应该要集火左边的才对啊。是，这里是大家都在单挑，刚刚下方的人在抓可以打，但伊瑞亚 KU 又要往上去抓人，然后左边又是做单挑，就是都变成了一个一打一，江湖规矩啊。一对一，我有球果哎，那好像有梦想吗？想要来尝试，被顶起来，被顶起来，还有球果直接把欧拉夫带下去了。Oh my god！ 不得已，最终瞬间全部人都在同一个点。另外一边要来抓我，所有的 CC 命中带走了 Q Snake， 虽然是一颗人头，我觉得上单落水大家可以考虑把匿名按掉，因为真的是好像不太会防。有勾到，其实我有加闪踢回来，交闪还想走的 BB， 交出自己所有技能是换掉了李欣，另外是瑟雷西的直接走了，小叶交了一个闪现，哎，怎么这里有个匿名啊？哎。他是飞过来的吗？他是飞到后面吧，然后就晃了过来。
就是没有一条线是优的，然后老三玩起来就也很憋。要继续的抓人，没有舔到小叶叶，这里想继续的追击，这边一颗小叶也被留住，赶紧刷走之后反身回勾，那边球女要给转回来，不过都没死。女侍者直接放你家，坦克你还坐车进去，所有人都要抓。交了一个闪现，老三是回到自己的基地，在前方位置预设准备要撞进来了。冲山若水的一个无人夹击，从中路想要持续的突破，不想要走，不给活路哎。第一个塔已经掉了，第二个位置直接又继续的拉扯，新手妹子玩家又秀了一波。一走的力量 ，Kerry 又在把中路水晶兵给拿掉后，想要跑，但一张黄牌过来是一个火炮的黄牌，差点被留住。想坐车走的神之咒被留下来，在前方位置被留住，新手妹子玩家融化，左边大地武士也被击杀，前方巨人追击四宝又开始往前要做进攻了，想留神之咒取吗？在前方的一位 Kerry。倒了，后面 BB 是用自己的回力镖也带走了对手，后之后逆命来了，但他手上的牌不见了。他不敢打，他对面有进化，哦、那还是退了吧，退了吧。再一张黄牌，但有个进化开始爆点，人家有进化 ，Oh my god！ 直接让西门倒地，别人是安全帽加球棒啊，打不赢啊。是啊，他那个飞过去丢的那张牌不是金牌啊，是小丑牌啊，Joker 啊。现在刚刚是抽鬼牌，他要把鬼牌塞到别人身上，被人直接上面的鬼牌的脸是自己的脸呐、啊。没错，来看一下，哇，这里、就是这个李星很秀，但是这里打的就有点浮夸了，就打的好像有点太硬要了，是直接被对方的这个 CC 啊，就金牌去留住。那后续就是一个追击战嘛，李星这里也是很狂，他。抽了过去，但夜夜这个虚弱交得好，他把他伤害吃掉，不然老三是有可能被杀掉的。那后续这个追击就惹错人啦，这边很累呢。他看到了，但牌不见了。他这里牌好像是先捏了，他捏比较久。是，但这里就调皮了，其实他推掉就没事了。没错，那就是被蹦蹦跳跳，叉成凤梨，又被杀，现在又勾。再来到了野区附近的四保卫人员，其实有那么一点危险，在左边看到 Yulia 可以想要强杀，但又是开了一个。这技能以下的一个副盾已经有保护到 UIKU 可以撤退，那右边的位置四人也跑掉了，感觉站在落水打稳是拿小龙了，小龙快出了，应该是打小龙好一点，这个巴龙斯蛮有可能会出事的，当然不吃对面好像想要吃了，而且想要持续的开战，一个灯笼强拉，但毒蛇又停到之后坦肯奇搭上了命运护腕准备要做进攻，想要说你直接敲在 BB 脸上，先融化的是小叶叶，一个烟火爆发的小鱼，但伤害并没有这么高。左边 UAKU 已经倒地，剩下前方三个人能够阻止吗？这里一个闪现的钩子勾到了逆命，准备死亡的西门也是没有办法帮助队友，剩下两名成员，我他妈要一波吗？有点难守喽，五推二，感觉是可以直接推掉的。这里看能不能把兵洗掉吧，但有超级兵好像有点难。没错，继续的追击，又是李奇直接强踢把 BB 给留回来，但 BB 可以跑，靠着一个红刀的加速还是被勾了回来。这波屠杀局上山落水，22分钟准备要来结束自保一，看起来在前面有来有往的情况下，最终又是上山落水这位打野级 AD 跳出来将主堡给拿下，不拖泥带水，22分钟22秒。结束这场比赛，哇，是吧？没错，你就不是欧拉夫。对，这一直在喊，刚刚看到老三就往前跟李星就对砍 ，respect you know，respect you know。但没办法，一颗西瓜是很难的。说李星，直接劈死，太棒了！哎呦，哎，哇，这里就没有办法了。在这场比赛的话，厉害了。那来看一下这场的比赛结束之后的输出。那当然，右边清一色的是全胜。那在四宝玉这边的话，这把吉小叶，我觉得他勾的这偷练私藏的东西，等下有没有机会登场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那 MVP 交给了确实是打野新手妹子玩家 OU 哦，多场都拼不赢。是，那看完了 MVP， 紧接着来的是啊，竟然是瑟雷西啊，是他、啊、哦，这哇，这个不对不对，这个我要平反一下。是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不可能是夜夜，我觉得夜夜这把打得不错啊。我也觉得还不错了，但、不对不对。但当然，辅助的飞哥有没有玩过 solo Q？ 哎、这烂，这辅助怎么不刷眼？哎、这打线辅助怎么没有跑？这辅助怎么没有、没有支援？辅助的飞哥、怎么没有线上眼？没错，刚刚如果什么夜夜在这个要对面三个人夹过来的时候，他直接盖好栅栏、盖好城门，家里盖主堡、盖那个城堡，怎么输？对，直接盖城堡，对面进不来，对不对？城镇中心盖起来，直接敲个铃，大家回家。安全的很，但我觉得刚刚那一场，他盖的再厚都没用，因为有人会飞出去送啊。那个人，你说他跨越了城墙啊，因为城门会开，有人走出去。第一个是从中路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只默默的走到中塔，然后就挂了。然后第二次冲过去丢一张金牌，哎，然后对方进化了。你说这
就大家都说好了，我们先发育一阵子。他真的要疯，直接出去，挡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叫了自己的马车，你盖的再厚都没用。是哇，那。